大家好，我是黑哥。今天来到这个菜园子，挖点蚯蚓。今天天气不错，这个菜园的土比较肥沃，里面应该很多蚯蚓，拿来钓鱼。这就有一只，哇，这好几条！哎呀，这有一条，钻这个土里面去了。蚯蚓挖了有这么多了。走，我们现在去钓鱼了。现在来到河边了，这个鱼竿是自己做的，那砍了竹子，我们从小到大都是用自己制作鱼竿，外观不好看，不过挺实用的。走了。这个鱼竿是两个钩的啊，自己做的。现在把这个蚯蚓上上去，有这么长，再把它掐断。啊，上好了。这个水流没这么接地方，我看到好多鱼在这里，就这里钓吧。不过这里有点草哦。已经上钩了，这是白漂吧？谢谢，拿拉桶来。哎呀，有收获哦，一条白漂，这个拿来油炸特别好吃。这个钩被啃掉一半了，要上过这个诱饵。哎，哇，好了，哇，这个诱饵被它咬了一半了，这个钩的，这个还好，这鱼太聪明了，在我们农村。我们从小到大都是拿这个蚯蚓来做诱饵的，这个鱼特别喜欢吃这个，因为它生的话有一股腥味。钓了两条，都是那个白漂，这白漂挺活的。这条河有很多石斑鱼的，我今天一定把钓几条石斑鱼上来。好，今天视频到这里了。